先不顾严司令反对，坚持完成任务后。燃煤状态解除，任务顺利完成，同志们辛苦了。各找各妈，哪个方向来的往哪个方向去。先上往哪来的回哪去就行了。包括咱们后面的几个肉菜。哎呦，司令干什么呀？很快的躲的，对，他们快点。快快，盯着他，盯着。你别看你没在意，但是他这一瞪你，哎，就跳过去了。你说这几个肉菜？菜，他一看到我，你还躲？你再躲？你给我站着！我告诉你，小子，刚才我恨不能飞上天去，我把你这个倔雷神给你打下来，啊，就这打下去，对，不可能，咱底下没飞机了。我哎呦，您可小心，您这老胳膊老腿儿啊，那这。我告诉你，就凭你违反临阵违反军令这一条，老子现在就给毙了你，我现在就能毙了你，信吗？报告司令员，我知道刚才非常危险。对，你这是黑德了。那前面怎么逼着你？我的行为违反了组织命令。对，但我对自己的驾驶技术有信心，对我的飞机的情况心里有数。因为我心里啊，一直惦记着临行前您的反复叮嘱。咱们没有条件，创造条件也得上；有困难，克服困难也得上。军人的职责就是坚决完成任务，这是您说的，我按照您指示顺利完成了。我让你承认错误，你还邀功了是吧？啊，去，沿着这跑道。不，你想，你要避也避不了，你可以在这想一下。我操，他干嘛去？我让你承认错误，你还邀功了是吧？我去，是，你和沿着跑道，转着圈的跑。什么时候认识到自己错误了，什么时候停下来。是对。我太难了。